刚刚同阿冯小姐去咗度蜜月啊，整整一个月，九个国家，十六个地方，饮咗100杯啤酒啊！唔系讲少，我觉得我个肾识酿酒嚟噶。之后一连几集嘅 Honeymoon Special， 每去一个国家，同大家分享一下啲旅游点滴，再煮一个当地嘅菜式。大家睇住预告先。Insurance.